离内心前途，生命总有难闯的去路，给我劝导。如雷在叫，风雨在摇，仍能傲笑返嚣，年和月去写我内容，让情怀划破长空，相信总有天看到，幻色渐渐亦会懂，相信这邪知的心，世间凡尘能看到，天下总有无数爱与怒，一切转离内心情途，生命总有难闯的去路，今晚的月色好美啊。同一月下，每天发生的事依然繁多。无论发生任何事，只要我们可以在一起，无怨无忧。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。啊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啊。王妃，别问为什么，就当是你帮我保管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有需要呢，就拿去用吧。啊，如果这些银票能够换一个愿望就好了。你那是什么愿望？要这么奢侈？我听人家说，在紫禁城最高的地方看日出十分迷人，如果我们可以去，那该多好。就是这么简单呀。嗯，如果每天都能和你看到日出日落，我已经很满足。你放心，无论日出日落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爹。伯父。谁是伯父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叫我朱师傅。爹，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？真南，跟我走。走啊！真南，看来朱师傅心里挂念着你，你跟他回去住几天吧。他住几天跟你没有关系，我女儿不会跟丧心病狂的人来往。爹，你在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你问他，下毒还不够，还有杀人灭口。你不要听别人胡说。我没有听别人胡说，我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。朱师傅，看来我们之间有些误会。没误会，这件事千真万确。丹丹，跟我走。爹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你跟这种人在一起只会害死你。既然我和他在一起，就表示和他同生共死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我绝对不理会。我是你爹啊，那你理不理我啊？朱师傅，不管你父女情谊有多深，你这样咄咄逼人未免太过分了。这是我的家事，用不着你管。但是我敖家的事更轮不到你管。你朱师傅，今天我敖妃有何冲撞你？她是必将登门拜访，向你赔罪。但是今晚你还是请回吧。振南，我们走。振南。对不起爹。这就是从八旗兵调出来的勇士，个个骁勇善战，身手不凡。敖大人，请收出任务，末将等誓死效命。好，由于这次的任务事关机密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我的命令行事，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，知道吗？末将遵命。参见两位大人。什么事？回大人，张中堂来了。原来两位敖大人都在这儿啊。张中堂，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哈、啊、张某闲极无聊，顺道来拜访一下。哎，看你们整装待发，两位不是有什么军务在身吧？不是，我们打算去狩猎嘛。哎，
那正好，张某前几天打了几只野鹿野兔，正想设宴招呼两位。张中堂的心意，敖某心领了。但是今天实在有事不能相陪，不如改天吧。哎，改天不如今日。难道两位不给张某面子？张中堂，爹，中堂大人圣意全权，我们何必扫兴？中堂大人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请。好，请。美酒佳肴，两位千万不要客气啊！难得中堂大人有此酒兴，敖某就先干为敬。好，好酒量。敖大人，你怎么不喝呀？哈，你酒量甚浅，怎么能喝完我为你们准备的十坛上等的女儿红啊？看来中堂大人今天是要我们父子俩不醉无归了。老兄，你言重了。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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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酒量，敖兄喝下多坛女儿红，面不改色，果然厉害。中堂大人，酒我们已经喝完了，我和我爹有要事在身，所以不便久留，我们先行告辞了。哎，干嘛走得这么快？你忘了，我们这顿是为了吃野鹿肉。你看，说来就来了。慢用。嗯，来，慢慢品尝。张中堂，我们父子俩已经是酒足饭饱了，你何必强人所难呢？老大人，你这是什么话？皇上有旨要满汉共和，张某只不过是身体力行设宴招呼两位罢了。敖大人一句强人所难，岂不是陷皇上于不义？你不过两位是朝廷重臣，皇上手下的猛将，就算有一两句失言，甚至罪犯欺君，也未必有损两位的皮毛啊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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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昨天晚上我得到一个重要的证人，关乎到一件重大的案件，现在正送去刑部审查，皇上已经决定主审。让开啊！你们真的想杀人灭口？说什么？混账，张景林，你竟敢跟朕开玩笑！微臣不敢。朕已收到你快马送来的奏折，立即赶返宫中。但是你居然告诉朕，你要朕见的重要证人已经遭到杀害。这一次微臣实在太失策了。张景林，你在奏折之中指责敖妃，说他在当年的武术大会之上指使他人毒害汉人代表谭听，令他受创败阵。但是如今连唯一的证人都死了，你叫朕如何处理此事？皇上，皇上英明，微臣的武功一向都是满人之冠，他们汉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单凭我天罡十字手已经足以打败谭天，我又何必用这些卑鄙的手段？不错，皇上，这根本就是张景林凭空捏造出来的，想诬害我儿。你们不用再狡辩，当日
你早就知道是打不过谭家腿，赵坚亲口承认是你指使他下毒害谭天的，你怕他揭穿你的罪行，所以先下手为强，杀赵坚灭口。张大人，你太小看我了，假如当初真是我下的毒手，我又在这个时候杀人灭口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？张大人，你明知道赵坚所言乃是谎话，皇上一定会识穿的，所以你索性杀死赵坚，嫁祸于我。你这么做简直是在愚弄皇上。你胡说，皇上，微臣所言句句属实，当日武林大会要不是谭天中毒受创，敖妃根本不可能取胜。还有这次的权倾天下大赛，他故意揭穿罗袭满洲人的身份，也是志在铲除这个对手。皇上千万别听他胡言乱语啊，张景林一向偏帮汉人，这次更串毒汉人来冤枉我儿子。你胡说。哎，两位不必再争执了，既然证人赵坚已死，指控敖妃之事唯有作罢。但是为了平息两族之间的纷争，朕认为有必要再举办一次武术大赛。朕决定在一个月之后，就是权倾天下武术大赛再战之期，汉人必须再挑选一位代表与敖妃比试。一个月之后？皇上，朕已经决定了，到时候朕会亲自观战，绝对不容许任何人胡作非为。不得了了！啊，什么事？不得了了！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死人了！谁死了？谁死了？赵坚！赵坚死了！哎，怎么可能呢？张大人不是押他去见皇上了吗？是，但是走到大街上的时候被人杀了。师叔死了，谁去指证敖妃啊？谁去证明我哥是清白的？一定是敖妃杀人灭口啊！敖妃这个坏蛋，一次又一次的害我们。嘿，当日在台上输给敖妃，中武堂从此被武林中人耻笑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不敢练功，不敢抬起头来做人，就是不想让别人提起谭家的耻辱。敖妃，哎，阿雪，小姐，哎，这怎么办？哎，不行，我跟你看看。好，敖妃。捉着他！敖妃，阿雪，哥，哎，好，诺，哎，哟，哎呀，哥，哟，哟，哎，哥，敖妃，你这卑鄙小人，你以为杀了我师叔就没人知道你下毒吗？你听着，我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，我更不需要花心思去对付你。还有，想赢我，不可能。哥，哥，哥，赶紧回去，走，走，走。放手啊！抓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放开他们！两位又何必激动呢？谭天，看来你的伤势不轻啊，今天我请你来这里休息，总比你在外面当众出丑让人笑话的好啊。你，哎，敖妃，张大人，你把他们兄妹带来这里有什么事啊？张大人，我知道你和谭天私交甚笃，但今天的事恐怕轮不到你管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居然任意欺压百姓，你错了。谭天他们兄妹居然斗胆敢行刺朝廷命官，简直一等一的死罪。张大人，难道你想包庇罪犯吗？敖妃，你先放了我妹妹，此事我一人承担。居然还敢逞英雄。谭天，当日败在我手上是你不自量力，今日当众出丑根本是你自取其辱。敖妃，你太过分了。哎，阿雪。敖妃，今天的事看来只是一场误会，看在我的份上放了他们。张大人，难道你想为他们向我求情吗？看在我张景林的份上，你让他们走吧。不过有人还是不服气啊。敖大人，刚才有何得罪之处，请多多包涵。哥，阿雪，好，今天我看在张大人的份上，放你们两个一马。哼！哎，阿雪，谭天，张大人，没事吧？哎，幸好有您解围啊！阿雪，这件事全你惹出来的，还不谢谢张大人？谢谢张大人。哎呀，哎呀，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啊！干嘛呼天抢地的？哇，怎么啦？
哇，肿成这个样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他刚才去货仓拿货，布匹垮下来砸的。这个地方又破又旧，你看那个招牌又裂又叫，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。哇，有这么千疮百孔吗？不相信？是真的，老板娘，你还是拿笔钱出来修理一下布房，这样生意会比较好一点。是啊，我考虑一下，我的心好乱了，别来烦我了，好不好啊？哎，你那副定心茶来了。哎，阿天呐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你舍得回来了吗？啊，有很多活要干，我就干活去了。你舍得回来了？不要回来啊！去打个你死我活，当烈士啊，去当英雄啊！你有没有为自己想过啊？你全都知道了，传遍大街小巷，谁不知道啊？你想想你自己，九代单传的你，死掉了怎么办？你妹妹怎么办？还有你家那位大婶啊，七老八十了，还有我怎么办啊？跟纸娃娃拜堂啊？你别这样了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啊。道歉有什么用啊？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将来啊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以后不再和敖飞打了，再也不会了。鬼才相信你啊！不会。哎呀，你相信我吧，就算我想打，我的腿也不争气啊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我不能连累我身边的人受罪，我要留着性命好好的照顾你们，这行了吧？你醒了吗？你知道身边的人关心你了吗？那我问你啊，你打赢了又怎么样？打赢了能不能当饭吃啊？能不能？不能吧？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好好的经营天布房吗？我想过了，我要把天布房拆掉了重建。你要把天布房拆掉啊？当然了，说了重建当然是要拆掉了，再盖一个新的大的，希望它能成为全京城最漂亮最好的布房，到时候下一代呢也会有好日子过吗？喂，啊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一切都听你的。哇，这么热闹！哥，你回来了。张大人等你很久了。对了，张大人，谢谢你那天及时赶到救了我们兄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哎，谭天，不用客气。幸好马不平及时通知我，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。哎呀，全都怪我不好，一时冲动，害得张大人要向那个坏蛋低头受气。要对付敖飞，现在还有个机会。皇上下旨，一个月之后再度举行权倾天下武林大会。我希望你能够再次代表汉人出赛，和敖飞一较高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哥啊，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和敖飞决斗，为谭家报仇雪耻了。是啊，还可以为谭家腿讨回公道啊。但是，张大人，对不起，我不可以代表汉人参加大赛。为什么？今时不同往日了，因为我的腿经脉尽断，根本就不是敖飞的对手。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只要你肯再出赛，我一定遍访名医医好你的腿。哥，敖飞当日令你和爹含冤受辱，难道你不想一雪前耻吗？各位听清楚了，阿天呢是不想再打了，就不要逼他了，他的腿这个样子去送死啊。喂，关你什么事 啊,、哎、你啊，是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，这是我们谭家的事，我不希望他去送死。哎，这么狠毒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我已经决定不会再参加比赛了，我只想安安分分的做生意。啊，做生意？做生意？是啊，我们决定呢要扩建天布房，所以呢过一阵子呢会拆掉然后重建。重建？岂不是要拆出武堂？哎，少爷，这次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了，中武堂是你爹的心血，是你爹留给你的，你无缘无故的送给这个女人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说要拆中武堂。对呀，那里根本就是我们谭家的，你说拆就拆呀。喂，中武堂啊是练武的吗？现在不练武了还留着干什么？拿来做天布房多好啊，做生意有饭吃，还可以赚钱。做什么生意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听我说，你们听我说，听我说呀，我和振东这么做也是为你们好啊。哥，你现在就只听这个女人的话？我，你呀，害得我哥变成缩头乌龟了，你这个讨厌鬼。阿雪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振东说话呢？懦夫，我没有你这种哥哥，我恨你啊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也看不下去了，是不是要你哥死了你才高兴啊？太过分了，自己的亲人嘛，居然推他去送死，这什么意思？大小姐，喂，怎么了？嗯，愁眉苦脸的。啊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爹，
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的为什么事？不说了，我们说别的了。我有个打算，把天不妨全部拆掉，扩建呢，你说好不好？扩建？啊，你太想不开了。震动啊，很辛苦的。难道你想一辈子当老姑婆啊？才不会呢。我就快成亲了，爹。成亲？跟谁呀？老天了。谈天？嗯，你永远垂头丧气，天天唉声叹气那样，毫无大志啊。才不呢，他对我啊好得很啊，又体贴又温柔又关心。是你才说他毫无大志啊，连那个什么张大人也跑去找他，求他当什么汉人代表。幸好我在啊，所以拒绝了。啊？拒绝了，不当汉人代表了？当然啦。还有啊，阿天答应我以后再也不打架。太好了，这次的汉人代表我唾手可得呀。我没听说吧，爹？阿天不打你去打？当然啦，这么多年来啊，我们五行门一直屈居于谭家腿之下，现在罗西走了，谭家后继无人呢。我等了那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。正所谓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我们练武之人最重要的是扬名立万，只要壮志未酬，一辈子不能挺起胸膛做人。哎呀，爹，你长篇大论，结论就是一个字，为了一口气是吧？就为这口气，尤其是冤屈之气。当年谭天被敖飞陷害，真是死不瞑目。怎么会死不瞑目呢？他跟我在一起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住得好，穿得好。也许你不知道啊，他可能躲起来难过的顿足捶胸啊。不说句实话，如果他参加比赛，不行。我说不行就不行啊，爹，你也知道那个敖飞出手有多狠毒的。说的对啊，敖飞这个人心术不正。哎，我真不明白，这男怎么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呢？赵见他死了，我终于可以放心，无后顾之忧了。哼，就算谭天兄妹差到皇上那儿去，也已经死无对证。儿子，这方面你比我优胜。张景林这个老混蛋，以为在皇上面前揭穿我们的事，哼，没想到你安排了一位高手。爹，那天的神秘人不是我派去的。不是你派去的？其实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杀赵坚。说不定是赵坚他在外边结下的仇人呢。不会，有张景林的大内高手保护他，就算有再大的仇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下手。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有心帮我们，但是究竟这个人是谁？其实他是谁根本就不重要，只要肯定他站在我们这边就行了。嗯，阿飞，真南，你穿着很好看。真的，谢谢你。以后呢，我会多买一些上等丝绸和胭脂给你，因为你打扮起来真的很美。不用了，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这太好了，我以为你和我在一起，你会不高兴，受了很多委屈。怎么会呢？真南，我发觉最近你憔悴了很多。是吗？可能我担心你吧。你担心我？我看你最近好像心事重重。你别傻了，不错，最近我的确遇到很多难题，但是你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解决了。真的？嗯。那太好了。不仅如此，现在的形势对我来说十分有利。天下间没有事情能难倒我，我敖飞要做的事没人能够阻挡我。现在连老天爷也帮我，想跟我斗别妄想。敖飞，看到你的事情能解决，我也很开心。真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。手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
以前受的伤。你怎么样？我果然没猜错，天煞炼就气鬼神，朝如青丝暮成雪，你练的是天煞五行拳。我昨晚捉住你的手的时候，已感觉到你脉搏有异动，但是我想不到。不错，我的的确确是在修炼天煞五行拳，但我不是故意瞒着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练这种武功？你知道你这样练下去的话，你会越来越衰老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振南，你和我在一起，我可以照顾你，保护你，你又何必练这种武功呢？你说得很对，武功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，但是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。你不是为了自己，难道你？敖飞，我不是故意想瞒你，但是我真的很怕，你当年下毒的事，绝对不可以让别人知道。你意思是，杀赵坚的人是你？不错，不过你放心，没人知道。真的，你为了我做这么大的牺牲？只要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我敖飞想要得到的就一定要得到。其实当年以我的武功绝对可以打败谭天，我之所以下毒。敖飞，不用再说了，我的心愿是希望永远和你在一起，其他的事已经不重要了。干嘛还坐在这里啊？帮忙收拾一下，把柜中的东西放一放，不然等到搬东西的时候手忙脚乱了，别人偷了被抢了都不好了嘛。谭天，出来！哎，阿雪，干什么？佳怡，干什么来了？哎，你不用嬉皮笑脸的，我和小姐来是想拿点东西走的。拿什么？来拿爹留下的水烟壶。爹的水烟壶？是啊，现在啊，有人说要拆我们谭家的祖屋吗？所以我来拿爹留下的水烟壶，省得在这碍事啊。哎，你看你看，想当年钟武堂气势不凡，真没想到老爷两脚一蹬就被人家弄到今天这种地步。天哪，天不方做正当生意的今天什么地步啊。哎，你看看现在乌烟瘴气的。少爷，不过不要紧，我和小姐已经准备收拾行李离开了，省得看了就生气。你们要出远门吗？是，关你什么事啊，快把水烟壶拿出来啊。哎，对了，振东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不知道啊，东西这么多，当然到处放啊。啊！爹的遗物你居然到处乱放，你最没用了，我自己去找，自己找，你找归找，别把我东西翻乱啊，翻得乱七八糟啊！哎呀，霞姨啊，我们好好的，都是一家人吗？你们干什么要走呢？谭家没有你这种不孝子孙呢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你们两个人出去，外面呢，人心险恶，很危险的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就算我们留下来有用吗？你还是男人吗？你能保护我们吗？哎，喂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找不到啊！你放哪儿去了？丢掉了，丢掉了，丢了不行啊！当然不行了，爹的遗物你也敢丢？你知不知道孝义两个字怎么写啊？你居然骂你哥，你会分大小两个字啊？我不认识你啊！你知道我现在是他什么人呐？当然关我的事啊！你现在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吵什么？走啊！走，那你快走，快走啊！你真是个，以后再也不要回来了，这里不欢迎你们呐！没用的，没事就跑来吵架，真是离谱啊！你们，你不用理他们，他们没事找事干。有块地方呢，我想把它改建一下，你给我点意见。来来来，别想那些不高兴的事，来来来来。这个布仓呢，我打算拆掉，那这里呢盖一个茅厕，旁边呢做一个小花园，一边上茅厕的，一边就可以闻到花的香味，那就不会臭了嘛，对不对？好。你别这样嘛，是他们想不通啊，他们想通了之后就知道你用心良苦了。老板娘啊，
钟老板来了，说要买布。哦，有大生意，我出去接啊。嗯，你别胡思乱想，知道吗？嗯。爹的水烟壶，哎呀，爹，我将谭家的责任交给你，你不要令谭家腿失传呐。阿天，啊，嘿，你在这儿正好。钱叔，什么事？我看就快要下雨了，你帮忙把布收一收啊。哦。钟武堂是你爹的心血，是你爹留给你的。懦夫，我没有你这种哥哥，我恨你。谭家没有你这种不孝的子孙，爹的遗物你也敢扔啊？你知不知道孝义两个字怎么写啊？对不起，爹，我没有。你临终之前交代我的事情，我都没有做到。我对不起你啊！哎呀，一大早你拉我去哪里呀？快点说嘛！要不要澄清啊？当然要了，我们已经拜了半边堂了嘛，难道那半边不拜了吗？那不结了，澄清当然要准备聘礼了，走吧。原来你急着拉我去买聘礼啊，怕我反悔不娶你啊？嗨，我还怕你反悔不嫁给我呢。哎，金铺到了。不是这里。哎，振东啊，你带我去哪儿啊？不是这里吗？福元号啊，是京城里最大的金铺了。宝翠号呢，也是最有名的。这两家你都不喜欢，你到底喜欢什么聘礼呀？你不是想叫我再买个铺子给你吧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这个啊。那想跟我澄清呢，就拿权倾天下大赛的锦标回来做聘礼。振东，你在开玩笑吧？你一向很反对我上擂台比武的。我是不想啊，但是重要的是你想啊。哎，我没有啊。哎，你不要否认了。我知道啊，你的心里啊根本就放不下。你把我娶回去，心里只想着弹腿，那得了，对不对？那说真的，当初我决定跟着你呢，也是因为你好欺负，耳根子软。除此之外呢，
还因为你功夫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精精彩彩打一场给我看看。如果要你放弃的话，你这个人呢一定会遗憾一辈子的。有遗憾的话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做人。喂，我要的是男子汉大丈夫啊。如果你心里有遗憾的话，心里面有个心魔，哇，我每天跟魔睡在一起，那多恐怖啊。喂，但是我没有把握打赢敖飞呀。赢不赢不是问题，最重要是尽力问心无愧。你可别忘了啊，你是谭家的传人，谭家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你身上了。我们谭家复兴有望了。谭老师傅在天之灵也瞑目了。放心吧，小胡子，这一把我马不平一定瞒你赢啊。没办法，不打我就娶不到老婆，硬着头皮上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治好你的腿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早有准备了。哇，做好了，猪脚啊、牛筋啊、凤爪啊、鹅掌啊，这些来一个以形补形啊。哇，大婶啊，这些管不管用啊？当然管用了，什么方法都要试啊。我哥已经看过好多个大夫了，可是都看不好。我早就说了，我去城隍庙求副神茶给他喝，你们又不相信。照我说，与其去城隍庙，干脆去找南海神医，听说他能医百病，起死回生啊。不过他经常云游四海，不知道人在哪里。哎呀，当然城隍庙了，说的不是那样。大家不要吵了。那宫中太医呢？医术精湛，也许会有办法医治。哦，决定去找宫中太医，那我的猪脚牛筋怎么办？霞姨啊，不要紧，我们帮你全吃了啊。未来大嫂啊，什么未来大嫂啊？等少爷的腿治好了之后啊，我也差不多应该为他准备坐月子了，少奶奶哦。来来来来，你也有你也有你也有啊！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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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很快很快很快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很快很快。哎，你的你的，白糖糕白糖糕，对不起了啊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今天卖完了啊，明天早点来好不好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来来这儿你的这儿你的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哇，这卖白糖糕生意这么好啊！早知道的话我就卖白糖糕，不做捕快了。哎，早知道就不用去讨饭，不用露宿街头。不平，看来我们不用再睡路边了。谭姑娘对你那么好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她，臭小子。你说什么？我在说。哎，阿雪，马伯父。哎，谭姑娘，坐，招呼人家发什么呆呀？阿雪，张大人说带你哥去看太医，太医怎么说？几个太医都说他的腿伤得很重，而且伤得太久，痊愈的机会不大。哎，真没天理！你们兄妹心地善良，反而被敖飞陷害，不把腿治好怎么能报仇呢？我不是什么名医。哎，阿雪，跟我来。哎，你把这当成什么地方啊？茶楼还是酒馆啊？这么多人来喝茶。喂，我和我朋友打赌，我说就算有个人他被打得双腿静脉尽断呢，你也可以炮制出药方治好他。不过他们不相信。喂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东西啊？草蜢还是蟋蟀，用来打赌？喂，哇，是个疯子。哎，走啊。就是啊，什么药王，浪得虚名。你要是能把我哥治好，我把头砍下来给你当凳子。哎，小姑娘，你先把刀磨好了吧。啊，我药王制药尤胜华佗，别说是打通经脉，你要他怎么通，大直通、大横通、大斜通、前通后通都行。这么说你肯医治我哥了，谢谢药王。慢着，我会医治不代表我肯治。哎，是不是上次打你打的还不够，还是要我喂蝎子、五毒散、砒霜给你吃啊？请便。不是，我医治谭天就等于跟敖飞作对，跟他作对，我药王和死人有什么分别？药王啊药王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原谅我，我求求你啊，你不肯医治我哥哥，他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康复了。嘿，小姑娘，求我也没有用啊，现在就算你肯以身相许，我治好你哥哥，我也无福消受美人恩呢。你开个价吧。什么？每个人都有个价钱的，你要多少就直说了。那好吧，来，一栋广东大屋，还有够我享受下半辈子的钱财。喂，我干脆让你做皇帝好不好？哎，我用性命去医治他，如果不能远走高飞离开这里，我怎么敢医治他？喂，我们不是不给你，不过少收一点。哎，小姑娘啊，我可是冒很大的危险，你得为我着想一下吧，好不好？
钟老板，这个布仓呢能放很多东西的，天布房的生意啊一向都不错，而且啊所有的工人呢都很能干，你买了天布房之后啊还是请他们吧。你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，你看这个地方又破又旧，而且工人又老，如果你还让我请他们的话，那这样吧，再减个价吧。不行啊钟老板，很便宜了。哎，不卖呀、啊、不卖呀、啊、不卖呀、啊、你到处看一看啊。第一，振东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天布房是你的命根子，说不定啊下半辈子就靠它了。是啊老板娘，不要卖布房啊。对啊，我宁愿工钱减一半。老板娘啊，哎呀，我很舍不得你和天布房，别把布房卖了。我也很舍不得，不过不卖我又不够钱医扎天的腿。什么？你把布房卖掉治残天的腿？你没过门已经倒贴了，如果嫁了那还得了啊。老板娘啊，平时你对我们尖酸刻薄，想不到你原来这么有情有义。治阿天的腿要多少银子啊？我可以把我的棺材本拿出来啊。是啊，我也有点钱可以拿出来。算了，绝对不够的，一定要卖掉。谭天，朱师傅，你找我啊？谭天，那个振东吃了什么药了？他居然卖掉布房治你的腿。振东，你真的卖啊？哎呀，跟你说了别卖了。哎呀，你不要管了。爹啊，如果能治好他的腿，他跟敖飞比试打赢的话，汉人也有光彩吗？你也是汉人啊。什么？谭天，你要做汉人代表？哎，朱师傅，你放心吧，只要能治好我的腿，我就一定会为汉人出战，用我谭家腿为汉人向敖飞讨回公道。你一定做得到，我们支持你啊。朱师傅，你听到了？住口，一句话不许卖。哎，爹呀，这里哪轮得到你说不许卖啊？这里是姓谭呢，你以为姓朱啊？我们是借来一用的，对不对啊？现在用他的钱治好他的腿而已，你告诉我有什么不对？赔钱货，女大不中留，我懒得理你。哎，朱师傅，不用理他，他早晚会明白的。哎，怎么样？你的布房到底卖还是不卖、啊？卖卖卖卖卖！这边请啊，朱老板，我还有一些首饰也一起卖给你嘛，你一起买啊，算你便宜一点。你要的钱啊，身家性命财产全都给你了。谢谢。喂，这里的钱够你在广东买个四合院，再请二三十个侍婢，好好的服侍你下半辈子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喂，那么药呢？不要再卖了啊。买药？不，是什么药啊？贺伟健，到底行不行？快快快，我马上煎，煎了就吃啊！快点！说。我忘了告诉你们了，这包药呢，只有一半机会医好你的腿。喂，你说什么？喂，一半啊？那另一半呢？另一半机会啊，令你经脉逆转，到时候你会变得疯疯癫癫。哎呀，别说是找敖飞报仇，连照顾自己也大有问题。哎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决定啊！喂，你别走。喂，花再多钱也无所谓，但是你太不负责任了，居然给我们这种药。哎呀，你一半机会还是有机会嘛。我可以说一句，普天之下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医治他，后会有期。喂，天下总有无数爱如流，一切尽离内心前途，生命总有难闯的去路，给我劝导。如雷在叫，风雨在摇，仍能傲笑返嚣。年和月去写我内容，用情怀划破长空。总有天看到，幻色渐渐亦会懂。相信这邪智的心，谁人犯罪？